主题呢，我觉得其实可以写一个，就不用太大的一个主题。她是个女生，然后她来参加比赛，我们三个就是她的心魔，你知道吧？对，就是她最害让怕的她把东我西。们征服了。哇，这还是真的呢！魏安迪跟你说是真的，我在挑人那个时候，我是真的特别怂，我看到人我都害怕。我们进行同 B cipher 对抗，两两对抗。一起。我们喂，这样，我们是你心魔，我们是你的相当于心理路程。对，恐惧到习惯到抗争。我这皮衣可以整个演一波舞台剧那种感觉氛围嘛。Rev 就想了个假发，我两个形象嘛，一个长头发，然后后面把头发摘了。Who can stop me? Nobody. No one can help me, but. No one can help me, but I can save myself. 聚光灯啪全给到你，我们三个消失在黑夜里。然后一扯，那就得穿黑色衣服。没有，他一开始先穿黑色，最后结尾他穿白色。鼓掌。太厉害了！哎，怎么这么厉害？这个如果真的能实现的，对，这个直接就燃爆了。我感觉别人想不到这点，我可能这样肯定炸翻。然后我们直接，我们几个就，哦，就这样了。我们就感觉自己满足了，太满足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开始分工写词讨论，大家就各自提不同的意见。啊，安迪哥就给我们 flow 方面，提一些建议，我们可以怎么弄？太酷了！天哪，不愧是。